Thank you. Siapa tiga?专业的干式手指冰箱，那是一般都是法餐在用，那是你们可以去过回一下，基本上都是钓鱼牛肉。而现在在意大利很多沿岸的那些城市的餐厅，他们都是用来熟成鱼。对，这种跟芝士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风味会更浓缩，但是耗损会比较大。对，那多余的水分会排掉，你注意看清楚。 这不是追问哦，已经拢油哦。这个今天是第九天，它这个是脱落的油，它是直接把那个油分，它直接水分排掉，油分都直接分解出来，这个都是油。你看它的组织，你可以近一点拍，它那个组织都已经表面都已经干化，然后多余的水分都已经排出了。 Thank you.
下，我看我脸。这个叶子比较特别，它这个是日本新鲜的山椒芽，它一般都是搭配在烤鳗鱼上面。它这个是紫苏花，紫苏的花穗，它这个是紫苏叶，这是它的叶子。那等一下搭配酱油吃就可以了。